我要一个芒果恰恰雪花冰。不好意思，帮他去冰，谢谢。我要一个那个旧情也绵绵。去冰。我要清冰。也去冰。你现在是把我当果果在管，给人家希望又不给人家答案，就在那边耗着，这种行为很糟糕哎。那是人家的事，又不关你的事，你那么生气干嘛？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妈妈长得很漂亮，跟狗狗很像，说话也很温柔。妈妈说这是她和你之间小秘密，不可告诉任何人哦，连爸爸也不能说。她跟那个男的在一起，对方不肯离婚，她情绪激动，不吃了药，把对方伤成重伤。天君哦，跟你说了，不好了啦，我们的披萨车被绑架了啦！啊？披萨车被偷，这不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啊？你想会品痛，我们就会品痛。我带你去创造一些回忆。为什么我都快30岁了，还是一个人？你不是一个人，还有我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勇敢说出我爱你。